要一个目标，面朝目标，我才能释放。面朝目标，我才能释放。我需要一个目标，展现你娴熟风骚走位的时候到了。走到对面宝箱那里，打开宝箱，别被那些球撞到。走进绿色光圈，然后去追逐精怪吧，不要让他们跑了。考验你眼力的时候到了，注意看怪物头顶的名字，找出叫做007的家伙并击败他，不要把 O 变成零哦。面朝目标，我才能释放。我需要更多的无双值。我需要靠近一些，面朝目标，我才能释放。
我需要一个目标。需要一个目标。弱小的下贱种族，不配入我血脚族，踏在同一块土地上。不是所有的考验都是杀怪，这关只要你能坚持一定时间不死就能过关，击杀鬼石统领也能过关。你已经受到重伤，可以打开背包使用里面的回复药品。抓紧时间，宝箱开得越多越好。
我需要更多的无双值。小心，朱莉是发狂的时候攻击力很高，请务必躲开。狼血为镜，奋勇吧，荒流之力！